個景真係重頭戲，哇！好啦，睇下個重頭戲啦。陽台嘅位置啦，咁啊，哇！真係超級開陽，超靚啊！真係唔捨得走。明㗎啦，入位呢個大鏡，冇放咁大。嘅無敵景觀啊，前面超大嘅廳啦，呢一度啊，做翻客廳。而家呢個時間要收樓，點算好？收樓用柳竹蘇家私電器為你度身訂造，唔使奔波勞碌來往大灣區，安在家中就有專人為你服務。咁多服務咪好貴？大灣區代收樓服務，疫情價只需199，喺 V 家管家王用直播收樓真係199。咁你快啲幫我收樓先啦！冇問題。咁裝修點算啊？交俾我啦！香港落單，內地施工，而家裝修王只需要99就可以出到裝修平面圖同效果圖，有 V 家就有安樂的家。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嚟 V 家嘅频道，我系阿雪，我系 Kenneth， 我系 Ricky。好，咁我哋今日咧又再次嚟到航空新城呢个位置啦，又再探访呢一个航空新城里面嘅一哥嘅楼盘，呢个就系金月湾啦，彭瑞集团嘅金月湾同埋海月湾嘅楼盘，咁就同各位业主朋友咧做翻个回访嘅，睇下佢依家目前嘅工程进度如何。咁虽然啦，佢依家咧仲系无坯嘅状态啦，咁但系我哋就都想去拍一拍个实景俾大家睇，因为好多客户想我哋睇下个实景系点样样。系啦，实景到底系点？咧，而家工程又如何呢？咁我哋都係早排咧先至收到發展商嘅通知啦，我哋就即刻過嚟拍噶啦。因為前排咧佢哋就封咗，就冇得上去睇。咁依家咧就可以拍個二棟俾大家睇。咁亦都係我哋比較多業主朋友去買咗嘅單位嚟嘅。咁所以咧陣間我哋就會拍翻俾大家睇啦，二棟嘅情況如何。咁海月灣嗰邊咧就暫時因為係封咗嘅狀態啊，咁所以咧我哋就拍唔到俾大家睇。咁但係咧我哋都會有啲航拍咧俾大家睇下，依家目前周邊環境啦，同埋佢哋嘅外立面啊，各樣嘢做成點樣樣嘅，咁不如依家即刻跟我哋過去睇下個實地嘅情況如何啦。好。咁我哋咧而家嚟到金月灣呢邊啦，就帶大家睇一睇個實地嘅情況到底係點樣嘅。咁喺我哋身後咧，就係依家啲疊墅產品啦。同埋因為佢依家做園林咧，唔係話全部做曬，做咗好少部分啊。大家可以睇下佢依家做園林嗰啲綠化啊。係啦，睇下個進度如何先啦。同埋因為都好少鏡頭會係近距離睇到佢個外立面嘅，都做得幾靚。係啦，對外立面都好靚仔嘅，咁啊，攝影師哥哥可以麻煩你影一影，係啦，咁啊，大家
如果想買疊瑞產品的話咧，呢、這個就是你未來的間屋啦。未來業主。係啦，未來業主啦。咁啲外立面啊，嗰啲全部都整得真係好靚仔喎，呢、這個黑色。啊、真係好高檔啊！佢個色。可能我都是比較喜歡這些深色的外立面，又襟污糟呢這些。但我們今天好像去高層喎。是啦，那我們現在去哪裡呢？現在就是去這個二棟，因為呢、都是第一時間有消息呢可以開放到二棟的實地的工地給我們拍呢、我們先就立刻過來的了已經，因為我們上一次其實有回訪過這邊的金月灣海月灣，但是呢那時候就未有得上去拍給大家看、那時候封了，所以呢就現在一收到消息我們就過來拍了。因為我們公司很多客戶買了二棟這個位置，190方、128方和143方都很多人買，我們都幫業主朋友呢都拍一拍。暫時景觀會有些混亂，不要介意，不要介意，因為啲工程的哥哥仔咧都喺度做緊嘢啊。咁至於海月灣嗰邊咧，就真係冇辦法拍到實地俾大家睇住，因為依家咧成個小區都封曬啊嗰邊。係啦，咁如果有得拍嘅話咧，我哋都會第一時間收到消息咧就過嚟拍俾大家睇嘅。如果我們不在這邊的話，就我們就會有其他的同事啦幫大家拍的、攝影師哥哥也小心一點，是啊，要看一看著地下，加上看著我們、好啦，我們來到金月灣二棟25樓的143坪這個單位啦，就是我們其中一個業主朋友的單位來的，我們就不如實拍一下這裡的工程進度先啦，跟我們過來啦。二棟這個143呢也都是最快賣光，這個門呢就都裝好了啦，就是這隻黑色門來的、黑色這個啊，這塊是紙皮而已，嗱，咁啊個門鎖，咁我們依家入嚟睇睇先。咁一入嚟呢一個位咧，就係個入户花園啦，呢一度。好，小心啲啊嚇！係啦，呢度做緊。因為佢係動靜分區啦，我哋叫做右手邊、左手邊呢個咧就係客廳啦。客廳啦、飯廳啦，咁咧呢一度咧就係廚房嘅位置嚟噶啦。呢一度咧就都可以間翻一個書房咁樣啦，咁啊趟門咁樣嘅，應該到時會。因為樣板間嘅位置咧，呢個位置都係做咗書房嘅，但係其實如果你話擺一個米領牀都 OK 嘅呢個位置。我想我那位業主朋友是會擺書房的，因為他先生是很喜歡讀書的，應該會做書櫃、一個書房在這裡。那這個廳就超大，成七米闊，還有這間房的情況下這邊都有個很大的窗，落地玻璃加上個飄窗，其實都是完全望到海景的。是啊，真的個景真是重頭戲，哇哇，剛才一上到來真是前面那裡，再遠啲嗰個就係金海大橋啦。呢度真係270度，個景觀都咁靚。都望到㗎呢度。係25樓呢一個單位真係非常之靚啊！143坪。哇！個海景真係。咁我聽嘅位置咧，即係連呢個位咧，個窗係仲大。超級開陽啊！呢度。好啦，睇下個重頭戲啦。陽台嘅位置啦，咁啊，對面嘅高爾夫都睇埋啊。小心啊，雪。哇！真係超級開陽，超靚啊！嗰陣時咧，我記得都好開心幫個客搶到呢一個單位嘅，因為當時係真係要搶㗎佢哋啲單位，因為始終咧佢哋呢啲望海景嘅真係買一套少一套㗎啦，喺航空新城入邊。航空新城其實如果你話要望海景，可能就係頭先後邊嘅華發嗰邊啦，加埋龍崗嗰度先可以望到海景。同埋講緊望海景，你當然係一啲中高或者高層比較開陽一啲嘅單位咧，係最受歡迎㗎。但係嗰邊啱啱所講隔離嗰啲盤咧，就可能係細單位為主，係得金月灣呢度可以做到140同190幾方，係咁大嘅面積嘅啫，仲要望海景望景觀喎。係。咁啊，前面呢一個咧就四層高左右嘅，就係中海嘅配件嘅，係啦嘅學校嚟嘅。咁前面呢度就係佢哋嘅疊墅啦，呢度嘅疊墅6層高嘅疊墅啦。我哋真係睇到唔捨得走啊！仲要微微嘅海風吹埋嚟啊！依家前面咪就係我哋都賣得幾好嘅保利天和咯，就係前面嗰幾期啦，1、2、3期都喺曬前面。
咁啊都有業主朋友咧問到，高層咁如果喺珠海嚟講打風嘅話，啲玻璃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咧？咁最近就好似都有打過風嘅，咁亦都有落雨啦呢排啊嘛，打風落雨啊咁樣，咁我睇佢哋玻璃完全冇問題啊，唔使擔心啊，佢哋呢啲抗風能力都幾高，佢哋呢啲玻璃。係啦，咁我哋入去睇埋啲房間先啦。因為始終依家係未裝修好嘅情況下，大家睇住呢啲先啦。係啦，咁啊個外貌都出咗嚟㗎啦，個外形。咁呢個就公共衞生間啦，洗手間。然後房間。係啦，呢個細房嚟嘅啫，又唔話太大。你話擺米二嘅牀其實都夠嘅，不過你話擺嗰個衣櫃啊就窄啲啦。呢個第一間房間，咁對面仲有第二個房間嘅。啊，對面嘅房間咧，這個就大少少。一個露台係望保利天王嗰邊高爾夫球場啦，加埋佢呢個套房啦，同埋。我又忍唔住讚歎一下呢個景觀，真係好靚啊！個房都可以睇到咁靚嘅景觀啊！哇，個海景，個高爾夫景，哇，真係不得了，真係。啊，呢個業主朋友咧應承到時收樓咧。搞定了給我上來吃飯好不知醜啊我好這個就是主人房的洗手間是啦那麼大過剛剛公共衛生間很多啊這個洗手間我嫌有一樣美中不足的就是它這個廁所的門口好像窄得窄主人房又是這個景觀哇真是心曠神怡啊望著這個景其實你話一四三差唔多係三邊都係望景嘅，就算連望住高欄港嗰邊都係望到個廁所景。係，同埋我哋25樓嘛，依家喺我哋頂啦26樓，所以呢一個係鳳凰樓層嚟㗎。哇！真係我真係唔捨得走。明㗎啦，明㗎。好 ，OK。咁我哋再去下一個睇埋啦，去下一個192平嘅睇埋。嗰個單位亦都有幾位客户買咗㗎。係。好啦，依家就嚟到一個192平嘅單位啦。咁我哋依家所在咧就係2棟嘅22樓。OK， 咁我哋入去睇下先。咁呢個咧棟門就未裝嘅。呢邊係01室啊。係啦，咁大家見到呢一度咧，遲啲都會封翻嘅，發展商會封翻嘅呢一個連落。因為好多客户都擔心會唔會撇住入嚟啊，整濕曬呢度嘅地板啊咁咯。咁呢度都一樣，呢度係入户花園啦。咁到時呢一度都會同你封翻嘅。OK。咁啊，入嚟睇下192平有幾大咯？2000尺嘅單位啊！因為喺今晚你揾2000尺，其實得2個盤可以有嘅啫。咁啊，都係一樣啦。2棟2201嘅業主咧，依家驗收一下你間屋先。好，率先驗收。好啦，咁我哋睇下呢個廚房嘅位置先啦。如果你話廚房嘅位置側邊呢度有個凹陷入去嘅，咁你到時做翻個酒櫃啊嗰啲都喺度都 OK 冇問題嘅。咁如果你話廚房嘅情況啊 ，L 型嘅廚房。係啦，咁佢側邊呢個位置就一排喺度啦。Sorry。跟住再加埋呢一排啦，呢度應該就是升盤啦，呢邊就係爐頭啦。係，咁 L 型嘅。咁入到嚟呢邊嘅情況下咧，呢個我哋叫做生活露台啦。係啦。三個人入嚟都仲夠大啊！如果生活露台嘅情況下，呢邊已經係做咗煤氣管啦，加埋冷熱水管都喺曬呢個位置入。喂，呢個大鏡唔好放咁大。係啦，咁佢呢個位置咧，仲有一個類似儲物室啊嘅位置啦，個空間咁都 OK 嘅。不過如果你話真係想做個工人房就難啲啦，千祈唔好咁虐待啲工人。係啦，咁我都覺得咧做雜物房會好啲嘅呢一個位置，係啦，比較細少少。咁呢個192嘅情況下咧，佢係做到有4房、3個衞生間啊。係啦，咁我哋入翻去廳嗰邊睇下先。好啦，轉頭先俾大家睇下個客廳。係啦，第一個套房啦。係啦，乾濕分離嘅。係啦，咁呢一個就房間，第一間房間。咁啊，我嚟做翻客房啦。呢一邊就因為佢個空間就唔算話好大嘅，咁啊，但係做客房就非常之足夠噶啦，已經。同埋因為佢呢邊咧嘅情況下係向北向嘅，望到後邊松風幼兒園啊。呢邊係北向。係啦，同埋時代嗰啲盤喺度嘅。嗯。同埋可以望到右手邊見到有啲啡色嘅建築物啊，嗰邊就係嗰個倫理中心啊。哇！好靚仔啊，個倫理中心。嗯。OK。
咁仲有前面啱啱可能睇到少少嘅，下面係嗰啲工人嘅地方啦。咁嚟緊會有學校嚟嘅。係啦，咁啊，剛執翻嚟啦，啱啱提到呢一個衞生間，咁啊，嗰度就係坐廁啊、淋浴嘅地方。咁呢度就做翻個洗手盆，同埋鏡櫃啊，咁樣樣啦，到時。好，睇埋呢間房先，俾大家睇下轉頭戲。嗱，呢間係普通嘅房啦，咁你話大細嘅話，擺米二都絕對冇問題嘅。嗯，第二個房間咁啊，都係北向嘅呢個位置。我覺得呢間做書房都唔錯，其實。我自己後生啲電競房咯，啊唔好麻雀房啦，電競房。Kenneth 最中意啊。好啦，咁望下個重頭戲啦，唔該攝影師望一望後邊先。哇！八米長，八米嘅陽台，八米嘅開間啊嚇，咁呢一度就係我哋嘅無敵景觀啊，前面。哇！嗰邊啊，又係景觀同頭先我哋拍嗰個143咧，都係同一個朝向，呢邊都係向南啦。但係可能會比前邊143遮咗少少啦，右手邊。但係如果望東邊嗰邊咧，都係望曬嘅。143平嘅單位嚟嘅。嗯。呢一度係啦，咁但係咧海景嗰邊咧就完全冇遮噶啦，大家睇到。咁亦都係啦，望到個高爾夫景啊，對面。超長啊！呢個陽台超闊。你係咪再想講嗰句？我都係唔想走。係啊，同埋微微嘅海風啊，又係吹住，真係好舒服。呢度22樓。嗯。係啦，咁啊，超大嘅廳啦，呢一度啊，做翻客廳啊，同埋廳嘅情況下咧，我建議唔好擺長台啦，擺張大圓台喺度，有12座嘅，絕對冇問題㗎。係啊，我覺得 sofa 都可以做張大啲嘅 L 型嗰啲 sofa。嗯。好啦，咁睇下佢兩個套房啦。睇下個北向先啦。第一個套房啦，第二個套房啦，呢度就。第一個套房就係呢、這個，呢、這個位置咧可以擺衣帽間啦，我哋叫做呢度擺個衣櫃啊，大家可以入嚟換下衫。咁側邊呢度都有個洗手間嘅，呢、這個就唔係咁大，這個洗手間。咁啊，洗手間就叫做實用啦。咁啊，房間嘅位置啦，呢度就係啦。如果房間咧，大家都可以見到啦，呢度都係都算 L 型啦。呢邊向海嗰邊東面咧，會有兩個窗喺度嘅。哇！全景飄窗啊！北向又可以睇夜景啦，北向可以睇夜景啊，東向咧可以望到澳門啊。環琴嗰邊嘅夜景咧，啊，好靚啊！個海真係。我哋阿雪雪幾時買翻套咧？不過都冇得俾你買啦，買冇曬，係啦。呢度真係手快有手慢冇噶，呢一度。我哋睇下有冇啲黑心少少，有啲客户做唔到按揭嘅，你可以考慮下嘅。OK。好啦，呢一度咧就係呢個套房啦，係啦，主人房。咁呢一度咧，成個都係做衣帽間嘅呢一個空間。超大啊！呢個位置都成間房咁大啊！呢度都係做衣帽間，咁側邊呢一個咧就係洗手間嘅位置啦。咁呢一個洗手間咧就闊落好多嘅，好夠大噶啦！呢度到時做個浴缸都 OK 啊！呢度係啦，咁啊睇埋房間先，好涼爽啊！真係。如果主人房嘅情況下咧，呢個位置可以擺到兩米噶嚇，可以擺到兩米啊！記住。好靚啊！真係。我哋已經阻止唔到阿雪喺度讚靚啦，真係270度，哇！瞓喺呢間房到底咩感覺咧？啊！你敢真係唔想出街啊！真係。你敢唔敢瞓喺個窗台側邊啊？依家。依家就唔好啦。好啊！相信呢位業主朋友都會好滿意佢呢間，真係好靚。咁如果你話192嘅情況下，大家記得啊，因為依家係仲有4個單位㗎。係啦，仲有4個樓層啦，2、3、4樓同埋7樓，係啦。咁如果咧對呢一個單位都仲係有興趣嘅話咧，就記得聯絡我哋啦。記得依家咧。係仲有按揭可以做嘅，係啦，咁我哋陣間落去沙盤嘅位置咧，會同大家講多少少嘅。